点都不累，就是为什么？因为都是自己就是心甘情愿的，对吧？嗯，就像是玩游戏一样的哈，你喜欢玩这个游戏，你怎么玩玩一天都不累，对不对？是一样的，只有你做你不喜欢的事情的时候，你才会累。阿尔去哪里了？阿尔在家里。现在从今天开始，计谋是个中性词，对，是个中性。从今天开始，我就住在这个地方，我就住在暂时的计谋，对，暂时的计谋。从今天开始，我就住在阿尔曾经住过的宿舍，然后阿尔自己搬到妈妈那边去。这样子的话，晚上的时候，我就不愿再回山下了。然后山下那个房子还租着。阿尔好凶，在阿英直播间把陈宇赶走了，没有吧？阿尔不可能对陈宇凶的。阿尔他就凶我，他其他人他都不会凶的。哎，但是阿尔其实他太苦了。实际上真会说话，大家都喜欢你，谢谢谢谢谢谢。其实我也不是很会说话，我只是很多话是实话实说而已。你是阿尔明灯，照亮他前行的路，这样挺好。明灯每天晚上开车下山，是吧？凶是爱。其实在我看来，阿尔还是个跟小孩子一样，真的。在我看来，阿尔还是跟小孩子一样，所以他有的时候会任性，我觉得也挺好的，因为他在我面前才任性，他在别人面前都很成熟。就是很懂事，唯独在我面前他会显得有时候会显得任性。十三没联系阿尔，我有联系阿尔，但是阿尔他有时回我有时没回我哈。现在阿尔就是昨晚上阿英跑了，阿芳你好你好歪凡哥，你阿尔很苦很累的，你多多体谅，我知道了。你的良苦用心有时候不让人理解，其实不是的哦，其实大家其实对阿尔就说还不够了解哈，因为你们没有见到现实中的阿尔哈。现实中的阿尔他是属于那种就是嘴巴里面讲的狠话，但事情他都是把。所以说他都是把就是最困难的事情最不好的事情都自己一个人承受着承担着，知道吗？然后嘴里面总是讲着对自己不利的话。大家想一下，阿尔有时候讲的话是不是其实逻辑不太对的，知道吗？阿尔讲的话有时候逻辑不对，为什么逻辑不对？他就是故意的。比如明明有时候就是我为他好嘛，明明我讲的话是为他好，我做的是为他好，他就故意把他知道我讲的话是为他好，他就故意把我讲的话拿去扭曲一下，然后去说我，让别人去攻击他，知道吗？让别人觉得他不好，他为什么要这样子？他就是想把我，他自以为他帮我做决定，自以为说啊这样子我就会离开他。然后找一个更好的，知道吧？你怎么总是咳嗽？这两天太冷了。现在都好点，早上起来的话都是流鼻涕的，今天早上起来都流鼻涕的，现在都好点了。实际上天气变凉了，多穿点衣服。嗯，对，接下去可能要穿长袖了哈。阿尔说过的比远远比做的多，是的。有牙粉吗？有的哈。然后阿尔这段时间可能不方便跟我一起直播了，但是我会想办法尽快的就是让阿尔反正无所谓吧，反正阿尔不在我也会把这个号做起来，然后这个账号赚的钱我会因为这个账号是绑定的是阿尔哈，然后反正赚的钱都是阿尔的，他不在的时候我会帮他把这个号做起来。是贝母吗？对，有贝母，贝母我这边都还有。然后那个叫什么牙粉，对吧？牙粉到我可以给大家上一点。
牙粉的话是我们牙粉的话我们是有赚钱的哈，牙粉相对来讲牙粉还是赚的比较多的哈，比那个商户都赚的多哈，因为牙粉是为什么？因为牙粉是我朋友那边我叫他帮忙弄的嘛，然后他是怎么说嘞？反正是不用我这边，我朋友那边帮忙弄的，然后本钱都不用我这边出的，知道吧？而且本钱不用我这边出，而且就是赚的也比较多，一单赚了好几块钱。就实话实说，因为这个东西他不愿意卖低价，知道吗？他不愿意跟别人的，有的人可能卖10块、20块、30块都有，但是我这个朋友他不愿意卖低价，知道吧？他说不跟别人打价格战，反正这个东西觉得值就买，觉得不值就不买，因为你低价意味着什么哈？低价意味着你产品你的原料就越差，知道吗？低价意味着原料会越差。我们比如别人卖50，我们卖40，我们卖40，别人卖30，别人卖30，我们卖20，这样子恶性竞争是不行的哈。有几天没有见过你们了，真是想念。谢谢，谢谢，谢谢。我们现在直播间里面的家人，你前段时间太辛苦，白天工作，晚上要跑到二老家直播，很累。二老去哪里了？二老在家里哈。低价就降低成本，对，低价最后是要降低成本。想到小雪呢，你说不让小雪管理这个号吗？这个号的话，我来做就行了哈。这个号我想办法弄起来，然后二老的号。二不是有个小号吗？然后到时候那个号的话，让小雪去管理，然后争取把他号都做起来。我不是一直说了吗？在这边给二开个公司，慢慢来呗。到时候我的想法是，把二这些亲戚把他拉拢进来，亲戚啊朋友把他拉拢起来，然后在这边好好的做，然后以后把公司做起来就交给二。帮二预约个我现在见不到他。这是买你的吸氧声怎么这么小是吗？可能每一个人收到的是不一样的吧。我们因为吸氧它这种野外的东西它就这样子，有的大有的小，它每一只是不一样的哈。反正我还有一单巧克力没有收到是吧？没有收到你看一下物流信息呗，好吧？你看一下物流信息，然后如果是我帮你买的话，我帮你看；如果是你自己买的话，你看一下物流信息，好吧？我点一下，我点一下那个回光，我帮你看一下什么情况哈。刚刚直播间有家人要那个牙粉，然后这牙粉的话。因为这牙粉我知道它这个质量是很好的，然后运出是很大的，所以我给这个牙粉把它做了二的牌子，我想这个牙粉我长期做这个牙粉这个东西。那我们现在直播间有700个人，要不我给大家就是卖一波货吧，好吧？因为卖牙粉的话二能赚的比较多。对，把二的亲戚拉进来，一些问题也好处理一些。是的，房主，你的房子布置得很漂亮，在一起，谢谢。今天有牙。